I wish that I could you。 所以可以把玫瑰少年的感觉给唱出来。那朵玫瑰没有荆棘，我觉得你蛮稳定的。自己滑倒才会酿成悲剧。玫瑰跟少年的比重刚刚整体来说我觉得很棒。我这一轮选择的是森林之王震撼登场。